吃这个菜呢，能吃出虾皮儿的鲜香，哎，这个粉丝的滑嫩，哎，大头菜的脆香。同志们好，今天呢，老尹给你做一道传统的老的家常菜，叫啥呢？虾皮儿炒大头菜粉丝儿。哎，这家常啊，这既好吃又下饭啊！我现在呢。就给它改改刀，大紫菜一切两开，也叫圆白菜是吧？对，也叫大紫菜，也叫圆白菜。这个好吃啊！之前咱做那个火锅大菜是吧？啊，对呀。这个大菜给它再给它切开，我看啊，这个切丝啊，粗丝呗。也不要太粗，哎，细点吧，因为咱搁粉丝不是粉条吧？对了，今天炒菜啊。我用了这个虾皮子，这是淡感的，就是不加那么多盐的，对，很淡，但很鲜。这个泡着粉丝呢，一定是凉水泡。我焯一下粉丝啊，来吧，开锅了，把粉丝搁里头烫一下啊，来吧，哎，看看，烫的也得清烫啊，不能煮。对，因为它泡了、啊、是吧？可以了，这现在就可以了啊，少倒点好了。搁点粉丝给它拌一下，看没？搁点酱油，搁点粉丝。我要给谁打架啊？搁点酱油拌一下啊，稍微上点色就行。加点酸辣油。锅里你这加的大油啊？大油，大油香啊！素菜好吃在这儿呢啊！对了，秘诀啊，师爷。加蹄子，大香。哎，这虾皮洗过的了啊。哎，冲下水就行。对，加葱花。好嘞，好嘞，红肉料酒，花椒是吧？花椒，去虾皮腥味儿啊！对，来白菜，这白菜师爷我洗过了啊。哎，好嘞，这控净水分里是吧？对，这个很关键细节，别小看这个小菜儿，师爷。那小菜不好炒啊，不好炒，而且这个菜的确香。搁一勺盐，来点糖，一些，一勺，来点胡椒粉，一勺，一勺。那再来点味精，哎，来味精，哎，好，粉丝下来，炒均匀啊。这时候要是白菜、大头菜里边出点汤，哎、是不是？它都给吸进去了，全让粉丝给吸进去了。对，锅边醋，白醋，哎，锅之前是吧？对，来香油，都来着。OK。又到了每日一吃环节。一凡，你吧对这个吃肠你特别感兴趣，我就看我也是干这行的，是不是、啊？看没有，这样家这大口吃啊，每呀吃这个菜呢，能吃出虾皮的鲜香，哎，这个粉丝的滑嫩，哎、嗯，大头菜的脆香。师爷这个好啊！啊，看着师爷看着。不出汤，没有汤，没有汤，它都让这个粉丝呢把这个汤汁给吸收了。对、啊、所以说它菜的口感特别好。还有一个重点，师爷，你没说啊，忘了啊。啊，大油。哎呀，这个猪大油啊，在这里头起了很大的作用，激香炒菜的时候激出了很多的香味儿。哎呀，哎，这太香了，这个啊，你要搁这个普通的油，或者色拉油，它就是味道差异，没有这个香，差异。对，每日烟火气。晋菜老尹集。